注意看，这就是哈马斯小小的身体却能迸发大大的能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所在。他们早已在加沙地区挖了若干根地道，地道虽然很窄，但是还是可以在保证通行的同时，在墙上再粘上一枚火箭弹。为了方便观众理解，还贴心地刻上了 ROK 的字样。阿克萨洪水特别军事行动所使用的火箭弹就是从这里取出。紧接着镜头一转，两名哈马斯勇士冲出了地道，他们扛着抗以神器改进版的 RPG-7 反坦克火箭筒向前冲去，很快就包围了三辆以军的梅卡瓦主战坦克。只见砰砰三炮，以军坦克的炮塔接缝处被精准命中，纷纷火冒三丈化为哈药。眼看敌军遭受重创，其他战友都从地道中钻了出来，他们一顿帅气写意的射击，这个第一视角还真的挺带感的。一拥而上的冲向坦克，他们大喊着缴枪不杀，以军坦克兵举着手钻了出来。我是坚果熊，本视频点赞过万，为大家更新哈以冲突的下一集战况。哈军把俘虏塞入了地道，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干净利落，